挑一条线，山清好色云中雁，豪气冲云天，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刚柔并济不低头，我心中有天地，老王的命转心，命运的光。端午饭，一点半钟到五六点，是每天在这里吹口琴、唱歌、锻炼身体，就为健康。空气也好，环境也好，这里治安情况很好，卫生情况也很好，公园也很美丽，是吧？有山有水，有长亭，有这走廊，而且在这锻炼身体，有一种心里特别高兴的。我这个嗓音呢适合唱，我这个经过这两三年的唱歌，我感觉我的嗓音很适合唱。第二方面，吹口琴，吹口琴了也有利于这个身体健康，就这两个比较喜欢。其他有一些散个步啊，散个步也有，但是主要的都是在唱歌方面，喜好这个唱歌，各有一号，有的喜欢唱歌，有的喜欢散步。有的喜欢郊游，有的喜欢爬山，有的喜欢练武术，还有的喜欢唱京戏，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唱歌，唱中国歌曲，无论美声唱法、通俗唱法，这个都比较喜欢，几种唱法我都比较的适应，所以自己感觉玩得很舒服，这是我自身的感觉。